家，怎么办？怎么出去呢？刚才已经被封印住了哦。你帮他按摩一下，等下更好吃哦。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一颗南瓜。加加，抓主人，抓住把他遗弃。你有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想到我的了。去找二毛，还可以去看看别的同伴哦。走了走了，嗯，好棒啊！这可以了吗？有，超漂亮的。不管怎样都是漂亮就对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可以看到我们的车，好神奇哦！怎么拿玻璃箱可以看到外面？没有过，它都在下面的，就叫做哇，这个可以喂啊，狗的，它好幸福哦！吃了你爸爸好了。谢谢你关怀我。好呀，好了，好到100倍，可以看到小吃。对啊，小吃哦。你问阿姨要不要让你看？你要喝吗？喝不到，那才刚断奶。好可爱哦。这个是被人家遗弃。这么可爱的猫被遗弃？被人家放箱子放在家门口。哦，好有缘啊！他男生女生？我还不知道哎。你在哪？今天带来给医生这个信息。是男是女都要检查的。抓主人，抓着把他遗弃。很可爱。好可爱。他是哇，叫叫啊！哎，出来了。可爱呀！有一只幸福的猫咪出现了。有黑色的屁眼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不像是一般的米克斯啊。他小时候不知道啊。到时候去猎犬。我们的包包放在哪里？你家这里啊，包包。麻烦，因为伤口可以拆线了。嗯，像蚊子一样。你有没有被蚊子叮过？你不是想要舔伤口吗？这样才能够舔呢。是啦，小 case， 小 case。坚强一点，你是谁？你讲哎。啊，开玩笑的，我们再做一次粪检，确认。你讲，我对不起你。记住叔叔的脸。没事没事。虫，你知道吗？想到我的了，没事没事，有没有？没事，是没事的。这个体重就可以回去了，尾巴都缩起来了。4.94，瞬间回去。冲不起大水，赶快逃回去。我们这边术后回来拆线是不用费用。哦，好，那你去外面问那个医生去。我还得电话道歉，对不对？啊，明明讲你很棒哦，谢谢医生。拜拜。谢谢。你去跟二毛说，你很勇敢。那么伤最本身，你知道吗？宠物是啊，流浪的。这些钱是给他们每次要用的。需要更多的人关爱这些流浪动物，对不对？这有一只狗很可爱，我拍一下。咪咪，我们要煮晚餐了哦，有你的哦，想吃吗？不可以咬我哦，你要咬我吗？你真的要咬我，拍下。你是想要学习吗，还是怎么样？一米通，我想吃通。那个是蒜头。你刚刚去吃你的柳丁。这个是整只鸡，那是鸭，这是鸡的，那只鸡，嗯，一只全鸡没有剁，300块，然后阿妈帮我剁一剁，你帮他按摩一下，等下更好吃哦。你住，明明讲，你想要吃这个鸡吗？住，你想要吃吗？他喜欢的。等一下哈，妈妈煮好吃的哦。咪咪想要吃吗？那只鸡哦，期待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先水煮它，然后再把它捞起来，然后再加料进去。好，哎，怎么会有蛋壳？匪夷所思。盖起来一下，水煮鸡肉。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一颗南瓜，是对面的婆婆给我的。她还跟我说，开工哦，这吼、哦，你要鸡吧，啊，搁要乌龟啊，搁要河蛎来，哦，足好食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一起喵喵喵喵喵！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吵你的，咪咪香。哦，鸡肉，你如果说太小块的话，它的鲜味会跑掉。南瓜，我不知道怎么切呢，随便切。全部煮好像太多哈。点点满的冰箱，这个白萝卜是全连满的。那萝卜 ，OK 好，我现在要先把咪咪讲的鸡肉夹起来，我等一下用手撕，白萝卜放下去，然后南瓜，哎呀，我忘记做一件事情了，噔噔，蛤蜊要先让它吐沙，吐沙要加盐。咪咪家想要摇妈妈，来给你摇。咪咪家，小睡觉是不是？累了，我是个妈妈呗。哦，
铲猫砂啊，你要自己铲的是不是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出去。有蛤蜊。加油！蛤蜊，谢谢。下蛤蜊。今天完成了啊。南瓜鸡蛤蜊。南瓜蛤蜊鸡汤。今天的晚餐好了。那我的。鸡汤。配合它，两分。等一下啦，咪咪，等一下。好了吗？你们先不要看哦，这样就很好吃的。咪咪家最近是不是对任何东西都很好奇？也非常的好动。他想要恐怖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他的玩具吧。闭上眼睛。马上好动了。还好哦。重吗？一点点。很轻。还有一下。别人相处的声音哦。张开眼睛。不是啦，好几百片紫砖头来了，非常多，就好多。这个啊，就是把它组合，组合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盖房子，也可以开咪咪家的猫窝啊。我想做什么啊？迷宫，迷宫不错哦。这个是城堡的变形金刚。那这样子，他们帮我固定啊？莫名其妙，没想到固定好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暴力测试，好下去吧。好厉害哦！是砖头啊！对啊，而且超轻的，拿上来。哇，哎，蛮坚固的呢。对，好厉害哦！对，再用跑，再用跑，再用跑。我跟你讲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对啊，开始吧。Hello， 木木江，你喜欢这个吗？这种纸箱，最喜欢纸箱。你的纸箱去哦。等一次逃脱哦，他等下可能就会逃出去。每天你们就可以看看要排什么阵型。这个有点像控拖油哎。控秘密夹。我身上没有控拖油。什么控拖油？控拖油就是把泥。逃脱了，还没，太快了，再撑一下下，没。有可能已经被封印住了哦，不敢出来。跑出来了。很可爱哟。给我飞高一点。我就不能把城门用快一点吗？你跑了，好了，你还行啊！在里面。睡觉吗？是宝猫生吧？你要不要来玩？这里有很多香香哦。咪咪家，出来吧！从城门走出来是会破墙而出。咪咪家会怎么决定呢？乖乖的出来吧。嘿，好聪明哦！他知道从城门出来。回了。太巧了。每次都划这个路宝啊！啊，我们来帮他做一个迷宫好了。拆掉！暴力开打！台风来了，耶！哈哈哈！去了。开始组装，先穿颜色，加油！开始重建，瞬间变成废墟了。哈哈哈！嗯，讲回到家里三个月了，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。咪咪家，我们帮你做了一个迷宫哦。去吧，你的迷宫，打住后面。哇，好聪明啊！哇，这里。接下来去哪里呢？哇，好厉害啊，好棒啊！成功了，再一次。咪咪家，怎么办？怎么出去呢？怎么办呢？走哪里呢？哪里困住了？要走哪里？不是。不要说不行。好可爱，可爱。我知道要玩什么了。啊，把你们一起来。唯一没变的是。爸爸的心智年龄，
我们召唤起来吧。西湖西湖大笑湖。永远停留在18岁。傻眼猫咪，还好不是我。当我们外出的时候，鹦鹉都会静静等我们回家。好可爱呀！鹦鹉仔也把我们当一家人了。你喜欢呢？爸。